做了一个很开心的梦啊。什么梦？就是我们在阿作家的爷爷的土地里面挖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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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我挖到了一颗宝石的金元宝，你挖到了四颗宝石的金元宝。是宝石又是金元宝，是什么东西？对啊，就是宝石粘在金元宝上面扣不下来。真假的，有这种东西啊？好棒哦。然后呢，然后我们把它拿去收藏还是把它拿去卖？嗯，还是梦就结束了。嗯，梦就结束了。是啊，好吧，不错，这是幸福。我今天再继续做。你想要做什么梦都可以做什么梦啊？嗯，真的假的，这么厉害？好哦，那起床你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，去看书吧，好不好？还是你要看什么？你要玩这个、哦？好，那你就有不同的花纹。好，那你去玩盘子吧。我有这个，你看。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酷哦，酷酷酷。